现在校园都有很多霸凌的现象，有些霸凌，有些过火，有的比较轻。我就想让霸凌从此消失。是发现怎么样的霸凌情况呢？就是一开始很多人都在霸凌别人，令我看得于心不忍。那云超轩同学，你是怎么样发现霸凌的情况？你们班级有这样的情况吗？有。你看到什么样？就是呢，有人在打架，然后呢，有人一直被讨厌，然后大家都很恨他，然后呢，一直集体排挤他。如果没被霸凌的人可以不要当旁观者，而去救被霸凌的人的话，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和平。这个行动能改变什么？这个行动能改变所有的，几乎全部，一点的校园。你们都没有被霸凌，也没有霸凌过别人。对。那请问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行动？那是因为，如果我们只当旁观者的话，那不就跟囚夫很像？好，那请问一下，你们现在是怎么做呢？进行这样行动？我们要举办一个征画的活动，所以然后呢，每一个绘画的人，那个提交过来的时候，我们都会送他一份小奖品。我们会在折纸上面写上反霸凌小天使，送给绘画者，希望绘画者能够在绘画的过程中从中体会到那个被霸凌的痛苦，这样他们就不会霸凌人，也会懂得自卫。好，现在这个是反霸凌征画活动的传单。哦，那主要的内容有什么？主要的内容是宗旨、绘画主题、内容形式、活动日期、报名方式、缴交地点、奖励方式。那你们什么时候要去发？我们有可能，我们之前已经发过三年级三楼的同学了，预计明天要发二楼。这些是我们做出来的奖品，上面写着反霸凌小天使，这个呢？是最喜欢哪一张？我最喜欢这一张，每个都很喜欢，因为是他们发自内心用心的在画。好，你看这中间很认真的在画，我们收集份的真好，让我们觉得很欣慰。就是做纯真的那些部分，就是要思虑周延，还要想着怎么跟其他导师讲。那你发传单的时候有很紧张吗？有啊，第一次发的时候很紧张。只不过后来就渐渐习惯了。可是有一次在被叫到台上的时候，超紧张的。那你怎么克服？就是努力的不去想它，就是顺畅讲出来就对了。就是每次下课，就是每次来自由班，就是看同学玩的时候都没有被打来打去，很少。那情况你会怎样？我会伸手救援，而不是当个旁观者。